第一个，文字与资料函数练习一。那哪些练习呢？第一个哦，我们刚刚讲这个，哦，那这个怎么做哦？首先的话呢，很简单，必须透过 and 哦，那 REPT，LEN， 那 REPT 是什么？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 REPT 是 repeat 的缩写 ，repeat 什么 ？repeat 零，几个零的意思。LEN 是什么呢 ？LEN 是长度，算这个里面有几个字的意思。这个算完之后的话呢，它有几个？有两个，那要补几个零？补一个零嘛。所以它的规则是什么？用3去减，3减掉什么 ？LEN 算一下，这里面用 LEN 算一下嘛，这里面有几个？ 3减掉2嘛，那等于多少？等于1的话，1就补一个零 ，repeat 一个零。规则大概是这样子哦。好、哦、啊，可是问题可能同学对于那个 REPT 不熟的话，你可以切到前面的工作表一个 REPT。比如说呢，100笔给一颗星的话，那你可以什么插入函数哦，特别注意，慢慢要习惯哦。以后所有的函数通通在上方有一个这个 fx 的符号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找到什么？找到类别，我们把它改成文字好了，因为我们需要的都在文字。那用它排序的话是 A 到 Z， 所以我找到 R 开头，就这个 repeat 有没有？它底下我跟你讲啊、哦，我要请你给我两个东西哦，一个是文字，一个是重复几次。但是它用英文写的，大家应该可以看懂。text 是文字，从 number 是应该数量哈、哦、，times 是次数，重复几次，白话的意思就是重复几次。好，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呢，它会跳出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要重复什么？重复星号，所以你就用点的，点它星号过来哦，或者你自己打一个星号也可以啦，只是说那个打那个星号，你要再用特殊字元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几次？这个如果点它的话，它会158过来，那158意思就158颗星，不是啊，我们是要100哦，所以必须什么？除以多少？除以100，有没有一颗星？按确定。有没有一颗星啊？如果向下填满呢？当然最好是全部可以 OK， 可是没有 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向下填满哦，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公式要变嘛。你如果向下填满的话，它有个规则，只要是列号，比如说储存格 C1 是列号 ，B3 这一跟3它会自动帮你加一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底下的这个公式变成 C2B4 有没有？啊，下一个的话 B3。C3B5，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，为什么会出错呢？应该星号一定是 C1 吧，不能变2嘛，所以你记得哦，请你把1前面加一个符号，它就固定了。什么符号呢？钱的符号。OK， 哦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把它打勾，向下填满，就做完了。OK，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？哈、哦、，repeat 这个的话指的是什么？重复星号，根据它的销售量除以100之后的结果，帮我加星。然后这个是重复哦。那第一个 OK 了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切到 LEN。LEN 这边有个什么长度，插入函数 L 一样，这个文字里面的什么 LEN，L 开头。那我就给它一个文字 ，text 就文字啊、哦。他帮我得到什么结果呢？十的话就十个字的意思，按确定，向下填满。啊，这个不用锁了，因为它就是一直往下找啊、哦。那你会发现这两个是错的，你们马上就知道，因为身份证应该是10码，不是11码哦。OK 哈、哦，啊，其他还有什么呢？性别，这个也许可以试试看，这个答案在云端上有哈、哦。还有 left 是取前面的字 ，right 是取后面的字。哦，这个也许可以试做看看。那如果说我们做完这个的之后哦，你再切到综合练习，我如果希望做出结果来怎么做？特别说等于零，哎，特别注意文字一定是双引号开头，09一定要打双引号，没打不行哦。然后串接这个 and 这个，然后呢再什么？end 在0911嘛，那当然如果你不一定一次做完，你可以先输入看看啊、哦、0911有了，然后再点这边一下 end， 那什么一个减的符号，那 end 什么 end 这个，不过这个前面要补一个零嘛，所以呢我们可以在 end 后面呢再
点一下前面的清单，出现 REPT， 跟他讲说，哦，我要重复零哦，所以 repeat 几个零呢？哎，特别重要，重复什么？重复零。所以你这边的话，输入记得，如果是文字，一定要前后双引号。哎，帮我重复输出零几次啊？哎，几次？几个零？那根据什么？跟它有关嘛？因为里面一定要三个，所以用三去减，三减掉什么了？这里面几个字 ？len， 直接打好了 ，len， 前括弧，然后把这个储存格带到这边来啊、哦，帮我算一下这里面几个字，然后呢，它算完的结果应该是几个字？两个字嘛，所以这边应该是变二，三减掉二，那就一，哎，补一个零，按确定，有没有补一个零？那后面的话呢，就怎么在 end 84串过来，084有没有？那007怎么做？其实你就不用再做一遍了嘛，因为这个跟这个规则一样嘛，差别只是说呢，这个是 G4， 把它改 H4 嘛哈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把这个公式哈，包含减号嘛，因为后面还有个减 ，and 减复制起来，贴到这个后面来，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？改成 H， 这边把它改成 H。打个勾，大功告成了。那底下哈、哦，你要怎么把它完成呢、哦？特别说，你可以向下拉，或者是你直接在这个储存格的右下角这边有个黑黑的空点嘛，快点两下，快点哦，完成了。OK 哈、哦，当然了，如果你不会的话哈、哦，你真的就是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啦哈、哦，我已经讲得很具细迷离了哈、哦，而且，哎。不过剩下就是你要操作了。好，那今天的作业就很简单，把这个做完哦，然后存档。存档之后的话呢，啊，就 REPT 加 LEN， 就我刚刚做的这个。所以要做三页。对，三个工作表，然后还有这个把它做出啊。如果你怕答案你来不及记的话，你可以到云端上面有没有？刚刚下载范例档这边呢、啊，这边有一个讲义，或者是云端白板画面，这边有答案，01有没有？只要有一个就会有个对应的，应该这个01，这边也有刚刚的答案了。我刚刚做完的答案，其实这边也有 L， 有没有？这边有 L 一啊 ，REPT 的函数，然后这边有刚刚的答案在这里，这个哦，这么长一串，但你要自己把它打一遍啊。最后呢，你就把这个。存档，然后今天的话哈、哦，就是缴交这个作业就可以了。缴交到哪里呢？缴交到 portal 上面去。portal 应该知道吧？哈、哦，应该会用吧？哦，就我已经有开一个作业了，所以你们就把做完的结果传上去，那就完成今天的练习了。哈、哦，好，来，画面还给各位哈。哦